让我喘息，还好有你天天陪我玩游戏，有你的真心我。等一下，不够长。对，它不够长哎，而且你刚刚嘴巴有一些那个，还是。好吧，一般录的，好了，我再修。那还是。就有一半的吧。回忆我在时候。注意休息啊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他们那一天录到凌晨五点。真的假的？这么久？对啊，因为秉环要去上海，所以没办法，我要凑齐他们。哇，凌晨五点。凑齐六个人，哇，真是累死了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看不到我了，好。回忆我们相遇时候，一见钟情，害羞感受，从不考虑故事结果，也不害怕你会放手。恋爱时候每天都想你，感情从来都没有逻辑。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你贴心，我可以一见倾城。你给了我翅膀，让我遇见你成为我依靠，就像在梦里双宿双栖，形影不离，是如此让我清醒。现实的压力无法让我喘息，还好有你天天陪我玩游戏。哦，你的真心我觉得很可以，你何时要对我说我爱你？ Hello， 我是小玉儿。哎，后面这个也要吗？啊？后面这个也要吗？要啊。Hello， 我是小玉儿，这个也要。哦，所以，我刚停掉了。哈？我刚停掉了。Hello， 我是小玉儿，这个也要啊。他是说，那算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录一下好了。一见倾城 ，Hello， 我是小玉儿。他说要讲游戏的 ID 啊。Hello， 一见倾 ，Hello， 我是小玉儿。哎 ，Hello， 我是小玉儿。哦，好，那等下重来好。那再录一次是不是？啊，哦，还是你要用剪的，再录一次好了。哎，它只有1分15秒。对。那为什么那个伏地它的限制？因为他们那是短视频。哦。等下，你看，这样可以吗？会不会很肥？是还好。哎，可以啦。可以吗？可是我想再远一点好了。对，你可以。觉得好像有点太紧。就是半身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就是拿起手机，然后说：“可以，这样好，对。”大家好，我在一键生成，搜寻小玉儿。但是，
看，你手机拿起来的时候是看不到的。那没关系啊，就这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月儿，快来一键行程里面搜寻我。我要把它降低才看得到。或是你拿起来的时候往前一点的这样就是 Hello， 游戏 ID 搜寻小月儿，这样就好了。嗯那就重来哦。好。这样看得到吗？看不到，拿着好了。对啊，那你好，准备哦。嗯。哎，等一下。哎。重来。回忆我们相遇时候一见钟情，害羞感受，从不考虑故事结果，也不害怕你会放手。恋爱时候每天都想你，感情从来都没有逻辑，遇见你是我最大的幸运，你贴心我可以一见倾城，你给了我翅膀，让我遇见你成为我依靠，就像在梦里双宿双栖，形影不离，是如此让我清醒。现实的压力无法让我喘息，还好有你天天陪我玩游戏。哦，你的真心我觉得很可以，你何时要对我说我爱你？Hello， 大家好，一键倾城搜寻小玉儿。我觉得再拍一个不看手机的好了，我看一下，不是你看看手机，你站过去，没有你站过去，我是怕他到时候他。像看手机的好像不太好。哦，看手机不好是吗？对啊，如果他们如果是要剪广告宣传片的话，你让边拿手机。他应该是 demo 而已，他只是说 demo。只是 demo。嗯 ，demo 那应该就 OK 了。好。确定哈？嗯，确定。对啊。我。对。再要跑一趟，我就。好，没有。请客啊！哎呀，你看看，那你再传过去，我可以啦。那我就 AirDrop。啊。这边。干嘛吃？嗨。嗨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的扣一，白痴算了，然后到外面传那个音档，你的手机好烫，然后等一下还要录录别的，我先把这个传过来。哎，嗨，大家好。还要录那个啊？还要录一个自我介绍。摩卡的、啊，你传了吗？我这个传了，可这个没有，这个要传给我。好，用 AirDrop 比较快。那我等一下就删喽。对，就可以删了，可以删了。我还说他不想留我的影片，哦，还没呀、啊。对，我刚刚这样子，你们会不会没有跟大家讲到话？他们会很无聊吧？对啊，你们会不会很无聊啊？这样看我，其实他们这样没有看过我专心。在做自己事情的时候，
你们应该很好奇我平时在这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什么样子。不会无聊，他们说不无聊。不会耶，居然不会无聊。我腰好酸哦。哎，我觉得有录音室超好的，因为这样子马上就好，清唱也不会觉得很糟。是啊，真的。超幸福。真的。哎，小雨声，小雨声，小森林。小雨声，嗨，大家好，嗨，欢迎初心者。仇家来了。本场不关播不记心。谁呀、啊？我吗？对。什么意思？马上就传来了，就是你这一场没有，你是在录音，不是在那个直播。对啊，所以这那算时数吗？是啊。不算时数。就是不记心，就是不算时数啊。咪言，你很烦呢、欸。咪言，你不可以这样啊！我看那样不行哦。很烦呢、欸。我刚刚那个白搭，白搭，真的。咪爷啦，咪爷传给王爷说，本场不记心，很烦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要这样没有找到你。有啊，你在搜寻。搜寻谁啊？搜寻我。哦，是因为我没有跟镜头讲话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可是我前几分钟有哎、欸，我只有一下下而已哎、欸。是不是你们说我只有刚刚唱歌的时候一下而已，所以我要开电脑吗？如果没有的话可以云端也可以啊，云端。你的英文名字？我这边是 S， 哎、欸，你上传云端好了，然后你给我，你去电浪妹，不要啦，算了，不用啦，不要啦。没关系啦，小玉的时间很多。什么？我时间很多？什么啦？很急哎、欸，我就是想说。我整个音档给你好了。就是拉到那个啊，不要啦，我只要音档那一轨就好了，因为我现在就可以用手机传了，就可以接了。MP3 啊、哦？对，就是对。那我就寄给你啊。寄到 email 了。嗯嗯。对啊。哦好。对，我不要拉去可档，我只要音轨。唉，那所以。email。L 不 XIAO。大家都知道了。对啊，没有关系啊，我的 email 是 xiao。大家关注一下小玉儿的 email， 没事就不要寄一些什么有毒的信件给我。xiao yuer。寄迷片的。什么0905？有了。Outlook。嗨，欢迎大家。就咪爷为什么哦很烦哎、欸，咪爷不要偷看我直播啦。所以你看跟东方的人太好，马上就被发现。连漏钩马上就被关播了，马上就被有人漏钩啊关播吗？谁？没有，我说你万一哪一天漏钩，马上就被扣。哦、oh, ，封锁他，封锁他。把咪爷封锁了。对，封锁他。你想要看谁？想看王爷哥哥？王爷哥哥？谁？小雨胜。小雨胜，嗨，小雨胜，要唱歌给你听吗？我先处理一下我的音乐。雨胜，嗨，小雨胜。哎、欸，对啊，那你放啊，先拿出来。
没有，要去上课了。你有没有收到？有收到了。等我一下，我来处理一下音乐。先剪。我就直接传那个，对，就好了。然后我就可以传了。算了，我认了。对，一切都是我的问题。雨盛应该也会想录音。会啊，对。那我来处理一下我的音乐。哦，妈妈也要我哭，你看，王燕不会用吗？要不要上去拿布？嗯，这个你要不要拿？嗨，欢迎大家进来的朋友。又看哪部？这怎么用？有点不贵。那不用拿了吗？他为什么不能传啊？怎么可以让玉儿被欺负？嗨，小可爱，有空就电浪妹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不行？嗨，长兴，他再拉黑我一次，我就不玩了，不要这样。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但是我还是播满一小时啦，录完了，我还是播满一小时。有哦，这个才对嘛！分享，拷贝到这。晚上好，小晨曦。我可能等一下还要忙一会，我们等一下就下播。